你是孩子？有理说理，有事说事，回来自行车算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王姨，您缺德吗？您别骂了。院子就我们两家人，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？毁人自行车算什么本事啊？王瑞，你还没完了是不是？啊，你骂了半天了，我都没理你啊！你没完没了了。你看见了是我们家人毁你自行车了？你看见了没有？那谁毁的？你看见了，你找警察去。你儿子就是警察，你让他把我们抓走，什么你？啊，别在这骂人呢。那你说骂人谁不会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骂，你别怪我还嘴，我骂的比你好。我抡起大五回来，你这个文明人，你都不敢接茬，你信不信？那你说是谁给毁的？我没有必要替你破案。哎呦，王姨，您消消气儿啊！家里就这么几个人，我帮您查查，要找着了我赔您。光赔钱就完了？这是破坏，这是有意破坏人家的私人财产，是要蹲监狱的，知道吗？行行，我接你这个话啊。那你说，你说谁干的？你说吧。你拿出证据来吧！这不明摆着这儿吗？你拿出证据来！这个院子里还有谁？我们自己家人能毁自己车吗？这不明摆着的吗？妈妈妈妈妈妈妈，这车是我弄的，我本来想着修修，结果没弄好就成这样了。咱家这车呀，老掉链子还跑偏，我本来想拿那龙，结果装不回去了。一会儿我拿修车铺去。妈，您赶紧上班去吧，别迟到了。您不去指示他们，他们没法工作啊。你呀，真是欺上我也！你把你妈撂这儿了，我白养了，你不是我儿子，气死我！洪亮，谢谢啊，我这儿赔你一个。洪亮，阿姨给你买辆新的，要什么牌子你随便挑。谢谢你，你真是好孩子，真棒。没事没事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我自个儿买吧，陈毅，您是不是跟哥说了是我告的密啊？阿姨话赶话赶出来的，我不是诚心的，对不起了。没事，您忙去吧，没事。你骑我车上班吧，晚上来接我。好。哎，你不去补习班了？你明儿再去呗，反正都是复习，我自习了。学费都白交了，妈，您都听到了哈，劲松的魂，回头我骂他。劲松是我大孙子，他要是不走正道，我找你和他爸试问。昨晚上的话我都听到了，妈。您这样说也不公平，那他都25岁了，他是成年人了，我该骂的我也骂了，该说的我也说了，那他不听，那我也没辙。你是他妈，你看着办。我怎么是他妈了？我倒死霉老师，陈鹏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常高兴，我陕北支教时的学生。她是李萨萨，我补习班的学生，现在是我的好姐妹。谢谢你们。静茹，今天当大家的面，我陈鹏发誓，此生非你杨静茹不娶。将来面对多大的困难，我们都一起克服；有多大的险阻，我们都一起穿过。天地为证，今生今世，我的爱对你至死不渝。别这么说，鹏，我信你。等我腿好了，我就跟你一起走，天涯海角，你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怎么了？人家山东还是你哭什么呀？太感人了，这就是我们老家戏里唱的，这不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？
你以后就是我大哥，就是我大哥，要对老师好，知不知道？好兄弟，三，把票给他吧，让他去退票。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不许反悔啊！反悔是小狗。静蓉都这样了，我怎么可能反悔呢？真的，别为难他了。陈鹏是一时糊涂，我相信我们的爱情。 快给他吧，晚了就退不了了。哎，陈鹏，不是我不信任你啊，你上次可是临阵脱逃了，我这票可以给你，但是得让常高兴陪着去。就给他吧，我相信你，你赶紧去吧，让他退好几十块钱呢。我下午还有模拟考，我先走了。 老师，我陪你吧。是不是傻？跟我走。哎，当心！这陈鹏跑得够快的，肯定心里有鬼。啥鬼？我觉得他口是心非，没准拿着车票撒丫子跑了。哪来鸭子？ 我是说他回家了，不会的，人家发过誓了。也就杨老师跟你相信，他一傻大姐，你一傻小子，这陈鹏一准回不来了。不可能。你还不信啊？行，咱俩打赌，要是陈鹏回来了，我就帮你在北京找一个工作，让你落地生根。要是陈鹏回不来，怎么着？我就再也不麻烦你了。行，一言为定。我还得去考试。 你说了，愿意和你天涯海角。不说是这么说，可是要真的静蓉跟我回家，她的工作怎么办？她生了孩子怎么办？北京是首都，是全国人民的心脏。我们家那要是比喻起来，就是中国的盲场。你就忍心看着静蓉跟我受罪吗？ 我是真的为了他，万一有一天静蓉要是发现他后悔了，他都来不及了。到时候他会恨我的。与其那样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这么说，你这么做都是为了老师好？当然了，你以为我就不心疼？你以为我就舍得静蓉吗？我给他三年的感情了，我心都碎了。 但是我是男人啊，我疼也得忍着。你真的心疼吗？心疼，我真的心疼。兄弟啊，你放过我吧，火车马上就要开了，静蓉她会明白的。行，既然这样，跟我先回去跟老师说清楚，不能不明白。哎，我回去，回去不是让静蓉难受一遍吗？ 你就忍心开这种难受吗？我不忍心，不忍心得先回去。老师让你走，你才能走；不让你走，你就不能走。你就说清楚。快点！杨老师呢？打针去了。 你怎么了？我想撒尿。去呗。还去呗？
你得跟我一起去。车都开走了，我想走也走不了了。去吧，我在这儿等静蓉。那你不准走啊！陈鹏。杨老师，杨老师，陈鹏，陈鹏，陈鹏，出来！你说话不算数，陈鹏。你把陈鹏给你找回来，让他走。罗远，过来！你们给我过来啊！我爸给你的钱呢？什么钱？别跟我装，我都看见了，赶紧给我！明明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。什么你爸你爸，那是我爸，你知道吗？就来一顺嘴是吧？啊，打你来我们家也没少跟我们家老爷子过迷魂汤，知道吗？钱呢？真没有。赶紧把钱给我。钱了。赶紧把钱给我。没有了。爸，你别嚷嚷啊！记得还真好。钱呢？钱呢？赶紧给我！你干什么呢你？你干什么啊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妹妹，我是她哥，你知道吗？这条胡同谁说了算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去，多管闲事！陈高宁，老子跟你没完！我告诉你，这个欺负妹妹就不对，太过分了。啊，这次我得饶了你，下次就不客气了。收东西。啊，走吧。啊啊啊！窗外亮了苹果。红了你的眼。
影子在屋里徘徊，窗外黑了，小鸟飞了，你的呼吸没事了。以后他再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收拾他去。那你会一直保护我吗？肯定啊。谢谢你，你真勇敢。我勇敢啥呀？窝囊的要死。这我老师的男朋友也没找到。